谢谢月照居士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48愿上一次学习到第36愿今天我们从37愿。经文呢，学习起。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这个是37呀，衣食自至愿。那是父上人开解道这一愿呢，对六道的众生十方世界的六道众生关系很大尤其是人道以下，生活都非常艰难谋生不易所以古德常讲，法轮未转，时轮先，我们要先吃得饱，穿得暖，才能够谈得上学佛，假如三餐饭都吃不饱还有什么心思学佛？所以我们在极乐世界衣食无忧了。我们修行功夫不间断的，所以这个48愿都是阿弥陀佛全面在考虑帮助我们怎么快速成佛那我们现在毕竟还在这个世间呢。那我们不能读了这个经文那这个吃饭的时候觉得好烦还得吃饭，极乐世界不用吃饭了，很烦是烦恼还得做饭，气死了，气死了这都是烦恼我们是要想到这一愿呢。哎呀，我往生，我都不用弄这些了心生向往，这个叫念求生净土。但是现在还在这个世间呢，那要用真心去煮饭。哦，那煮饭是菩萨行，不能变成抱怨我们不能听了老和尚讲经变成产生抱怨了，这是听错了老和尚的法是教我们不分别、不执着、不起烦恼。当然我们学到弥陀的慈悲，考虑周到。那我们假如是团体的负责人不能说只是道场里面的团体哦。应该还包含了企业世间任何的团体都要让团体的人生活不要有后顾之忧他才能把工作做好不然他的心不安呢，身安道隆。法轮未转，时轮先。这些也是教导我们要设身处地那我们想一想现在的企业团体，你不修行这个企业团体能长久吗？
啊，哪怕你有赚到钱呢，这个老板好当吗？哇，面对外在的挑战很大，还有内部啊，人一不学习呀，正念提不起来了，那这个团体能处得和和吗？那你纵使当老板了，每天就处理这些叮叮当当啊，人我是非啊。哎呀，这个老板也不好干了，啊，哦，所以，哎，是，老和尚有说了，啊，你经营一个企业，哎，老板是佛，员工是菩萨，啊，一起呀，去利益众生，去弘扬正法。啊，不管你做哪一行啊，哎，你有接触到大众啊，我们在生活的需要当中，那各行各业就是服务人的，但毕竟呢，一接触就有缘了，啊，不止在生活当中啊，服务他们，转成进一步啊，法缘。我们常常念《无量寿经》，为众开法藏啊！大家不要一听到为众开法藏啊，见到有缘人就劝他要念阿弥陀佛，结果他下次就不来了啊，因为他以为就是要死了才念阿弥陀佛啊，你都还没有了解他对佛法的认知啊，你就匆忙出手，就把人家吓退了。啊，应该多关心啊，要契机啊！你都不了解，就乱出手了啊！你一关心啊，哎，他可能把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啊，就讲出来了啊！我看现在家庭里面呢，比较常见的问题是小孩教育的问题。哎，这个《无量寿经》有教啊，老和尚有教啊。首先要叫他做人啊，做事啊，而且我们了解到啊，现在忧郁症的人口越来越多了，这个是心病啊，一定要心药医啊，哦，为众开法藏，这是法药啊。啊，所以儒家、道家、佛家这些法药，啊，我们可以随缘呢，去供养大众。啊，我们德尊普贤学完了，那这个普贤实愿不能忘，广修供养。哦，而这个供养中啊，经文提到的，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因为用法才能解决它彻底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他的心都没转过来，怎么解决问题？哦，包含了脱生死的问题，那不出轮回，没解决问题啊。哦，当然契机啊，了解他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处在这个大时代啊，环境污染很厉害啊，要靠吃素啊，不然这个温室效应不能解决呀。啊，我们都要见义勇为啊，不能只是自己吃而已啊，有机会，多。供养别人，啊，引导他人，那法供养中啊，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代表我们法供养啊，身教在前啊，我们自己按照佛菩萨、老和尚教诲去做了，啊，人家看得很殊胜啊，
啊，所以吃素要吃的容光焕发才可以啊，你不能吃的面黄肌瘦啊。好，哎，讲到这里我又比较没底气了哈。哦，当然我不是因为吃素造成的。我是虚名太大，折了福报啊！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哎，我这个人吃东西呀，还算忌口啊。这个什么什么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啊，这个我是决定了，尽量不去吃的啊。所以我们修行人面对境界要清楚我是虚名太大，我得赶快好好念佛。干好，依教奉行了，提升自己的功夫才行。哦，所以这个身心要做身教，家庭要做身教。啊、哦，你夫妻和乐了，人家看了就羡慕了。哦，孩子很听话，很乖，啊，带着孩子到公园去散步。哎，别的小朋友的家长一看，哎呦，这几个孩子很有礼貌，哦，这几个孩子很有笑容，哎，不认识的都走过来了，哎，这女孩子啊，你怎么教她？哦，你看人家主动来找了，哦，那这个就可以供养她了。广结善缘呢，广结法缘呢。现在的人呢，没有接触圣贤教诲啊，说没有烦恼啊，我不相信。啊，你在100年前，我还相信。100年前单纯啦。啊，你现在只要网路到的地方。你咋单纯呢？你得要练啊，免疫力很强啊，不止身体的免疫力啊，精神的免疫力也很强啊。啊，要能分辨是非善恶，邪正利害真伪啊，不然他就被染污了。不是小孩会被染啊，大人也一样啊，定力不够了。很难避免的啊。哦，所以现在是心有千千结呀，想不通啊。哎，为什么这么多逆境恶缘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哎，他想不通了。那这是身心的问题了。家庭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所以你说没有闻正法，没有烦恼，在这个时代很难了，不大可能了。啊，所以正法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呢，可以说刻不容缓的。啊，我自己是。24年前，亲身体会到的。当时我还在补习班补习呢，啊，准备考老师资格结果我国文老师说，我有一个学生呢，都会看到、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影像啊，他很害怕，啊，跑到佛寺去住了，结果过几天他说了，啊，这个学生呢，自杀了，哇，我那一天晚上骑着摩托车回家，不由自主啊，流泪了，啊，我说，假如我修行高一点呢，哎，我可以去找他。这个生命就不会结束了。
而且都是2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生命结束，他的父母家人后半辈子怎么过啊？哎，我们真的体会呀，《无量寿经》说：“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哎，今天听到哪个亲戚朋友家里有人忧郁了，哎，不是这一个亲戚朋友难受啊，谁也跟着难受，跟着担忧。全家人啊，哎，那个担忧啊，对身心的伤害是非常大。哇，你看那个父母担心孩子，有时候就一天呢，一夜，头发都变白的都有啊。啊，我们能够感同身受，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啊。那我们会主动的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啊，去帮助他了。哦，那当然，我们去帮助别人、劝别人了，那我们自己要提升的好，人家有信心了，听我们的话听得进了。哦，所以现在还不够好啊，那为了帮别人呢，我们有动力了。啊！我要赶快改脾气了，啊，赶快经营好家庭了，为人演说才行了，不然我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变成空愿了，啊，鞭策自己烦恼无尽了，誓愿断了，啊，我们面对境界也是清楚的啊，不是一下激动要去帮别人啊，是理智的。啊，是冷静的啊，所以《论语》说：“君子信而后见。”人家信任我们了，我们才好劝谏人家。啊，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他还没信任你，就劝他了，他以为你看他不顺眼了。啊，古人这些教诲啊。都提醒我们：知所先后，则近道。先有什么条件呢？再做这个事啊，比较能够得到效果。哦，哦，所以，哎，你看老和尚提到了啊，老板是佛啊，员工是菩萨。哇，那这个单位就变道场。哎，甚至于西方的接引站，哦，最近啊，我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企业主啊，十几年前的老朋友了，专门帮人家倒闭的公司啊，哇，我感受到他的愿力很切啊，啊，真的是。众将死身先奉神上。哦，人家那个公司很严重的，跑来找他呢。哇，他可以一天给人家讲9个小时啊，精神比我好很多啊，我真是自叹不如啊。哎，哦，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说，在这个时代啊，做企业太难啊，烦死了，苦死了，困死了，愁死了啊！他给我列了11个死啊，我背不起来。所以他感同身受啊，他觉得他有责任帮助这些企业家，尤其倒闭的。哇，能够把倒闭救起来啊！哇，那我相信这个企业家相信佛法，哎，有佛法就有办法，真的能够解决了。哦，哦，所以不能，我们当企业主的
哦，像这一位李董啊，哇，他是这个人的性情啊，叫仗义啊，不是那个一看到钱就昏的，他一直在思考，在面对自己的良心呢。他说：“我把亲戚朋友跟同乡的人找来都市发展了，他们确实赚到钱，可是他们离婚了，可是他们染上恶习了。我到底是帮他们还是害他们？哇，你看，他有道义情义哦。”不能只看到钱哦，所以员工我们不能只是思考啊，他帮我干活就好了，其他我不管了。说实实在在话，一个人每天精神在堕落啊，你说他能把工作做好吗？哦，你的员工一直在那里滑手机，你相信他能把工作做好吗？他迟早要出状况的，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因缘，做老板、做领导，要转法轮啊，要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哦，哎，帮他们接上。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啊，承传道种啊，不然他怎么去面对他往后的人生？我认识另外一位企业家啊，廖董，哎，我认识企业家还不少啊，因为我前辈子是做生意的啊，回娘家做生意去了啊。这过去的习气呀、啊，哎，一看好莱坞电影啊、哦，当然，好莱坞电影别看啊、哦，我以前不懂啊，当然拍得好的也是能看，我们不能形成对立啊，但是要有判断力啊，要有判断力，看那哇，企业大亨啊，抽着雪茄是吧？哇，办公室那么大。我就很羡慕啊！你看，啊，一投胎就昏了，啊，这不能再投胎了啊！这个死魔太厉害这个染了20多年了啊，才被老和尚给捞起来了，哇，这个轮回路险啊，不好玩啊！所以啊，这一位廖董啊。他以前呢，他歌唱，他们夫妻是歌唱双，这个二合唱的，唱的很多歌啊，可能你们都听过了，很有名的。哎，后来投到啊餐饮业了，哦，他20多年前呢，特别重视企业文化。很用心栽培他的员工，他的员工都从乡下十几岁就来了，跟着他，都叫他廖妈妈。那后来他发现了，哎呀，做饭店杀业太重了，他马上就要调整吃素了。哦，他那个决心很大，那挑战也很大。那后来呢？他的姻缘呢？哎，去照顾他的先生呢，先生生重病了。哎，他的员工后来出去发展了，才几年时间呢，通通都做老板了，做高管了，都回来告诉他。啊，廖妈妈，你以前教给我们那个，我当初还不是完全理解啊。哎呀，我们现在很受用啊。
哎，真的，坐之清，坐之师啊，培养很多人才他有一阵子啊，因为他经营得很好嘛，结果呢，他的主管都被挖走了。他说啊，那一阵子啊，睡不着觉了，随时都有情况出现呢，啊，某某总又被挖走了。后来啊，他转了一个念头，哦，我觉得很不简单。他转了一个念头，说啊，人家都不挖别人的，都挖我的，代表什么？代表我培养的人不错啊，为整个社会培养，哎，心量一扩宽，他本来烦恼到睡不着觉，一下，哎，非常开阔了。哦，所以啊，我们心中还有烦恼，应该就是心量没有够宽。哦，所以老和尚说，学佛首先呢，扩宽心量啊。哦，所以看到这些企业家，哇，我真的对他们肃然起敬啊。啊，我们以前在学校是教书的。结果，教教教，忙着去赚钱了。人家这些企业家是经营企业的，通通来教学的。哦，刚刚那一位李董，他教学啊，他工厂里面幸福人生讲座啊，比儒家办的还多上。哦，他还办过青少年十几岁办3年呢。通通都是那个忤逆父母的，哦，我说他的愿力也够强了，哈、哦，哪一个人出状况啊，他公司就要关门了。哦，他的勇猛啊，我看了真的敬佩敬佩哦。他公司啊，吃素10多年了，哦，现在员工。吃有机农业的菜呀、啊，哦，这个可能当官的人都不一定吃得到，呵呵，因为他结善缘嘛，啊，大力在推有机农业嘛，十几年了，员工啊没有人离婚，哎，这个真的是父母之心啊，哎，来带员工了、啊。哎，所以有企业家响应老和尚的教诲哦，哎，真的，老板效法佛，员工效法菩萨，来利益众生呢。啊，那我们在道场里啊，更应该如此了。啊，哎，这个家文化落实在道场，啊，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啊，可以为佛法。为众生，好，那我们读到啊，这个衣服饮食啊，种种共具随意极致，无不圆满啊。我们每天吃饭啊，洗衣服啊，花不少时间呢。所以赶快往生了，这些时间都省下了。哦，愿念48愿，这个求生的愿就切了啊。所以阿弥陀佛，考虑周到啊。到了极乐世界啊，不用操心了啊，不用经营事业赚钱了啊。当然，初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这个习气啊，还没有忘掉。啊，突然起个念头啊，怎么好久没吃饭了？啊，这个饭菜随意其事哈，摆满一桌了。啊，突然想，哦，我不用吃饭了。啊，所以这一个习气还没忘掉。那我们假如拉回来啊，我们不能呢、啊。
啊，看到别人学佛了，学好多年了，哎，他怎么还这样啊？学了又不是习气一下子就去掉了。哦，我们要宽以待人，包容别人，严以律己。哦，现在越来越体会啊，啊，为什么不先学小乘呢？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因为大乘呢、啊、是慈悲为本，行菩萨道。那我们一下子就大慈大悲啊，不大可能。而这个小乘的基础啊，在我们汉地呢。是被儒家跟道家取代了，啊，不能没有这个基础哦，学不劣本哦，那第一层、第二层没盖，直接盖第三层，当然危险哦。而我们就举儒家好了，孔子一生的教诲啊，用两个字概括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啊，《中庸》说：“忠恕为道不远。”忠恕的存心啊，跟道不远了。这个道就是我们的真心。啊，老和尚常常说，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哎，那我们怎么培养真心？遇到任何事啊？提起忠恕的态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别人有习气呀、啊，很正常。我们呢，我们要对习气赶尽杀绝。尽己之为忠啊，我要尽我的全力，然后对别人宽恕。好，我们去感受感受啊。一个人都严格要求自己啊，对别人都宽恕，请问他家里的人感受到他的这个修养的时候会怎么样？哎呀，我不好啊，我太太都没讲，啊，都包容我，然后他自己都带头做，不好意思啦。人之初，性本善啊，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啊，但恐诚心未至。诚心就是真心啊，我们忠恕存心了、啊，就能感动别人。啊，所以这个习气呀、啊，我们要用忠恕来受持。啊，在佛那个时代，啊，有一个弟子啊，叫毗陵伽，啊，他说证阿罗汉果了，结果那个恒河女神呢、啊，跑来告状了啊，跟佛陀说啊，你那个学生毗陵伽啊，每一次要过恒河呢，啊，就跟我说，小毕呀、啊，小毕呀、啊。叫她小婢女嘛，哈，小婢啊，小婢啊，哎，赶快帮我开路啊，我要过了。哦，我已经是恒河女神了，她怎么叫我小婢呀？太不尊重我了。佛陀致歉了，啊，她已经证到阿罗汉，她没有傲慢了。哦，我把她请出来啊，郑重跟你道歉。啊，结果请出来了。啊，毗陵伽一了解情况，哎呀，太抱歉了，太抱歉，小毕呀、啊，小毕呀、啊，太抱歉了，小毕。哦，他傲慢没有了，习气还在。哦，啊，就好像那个酒瓶装酒啊，那个把它都烘干了，一滴都没了，还是有味道的。哦，所以我们。习气赶尽杀绝啊，对别人厚道三分就对了。
师傅这里也说了哈，哎，不用收拾碗碟，要去洗刷啊，这个很麻烦，不需要。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要心甘情愿去洗，呵呵，哎，用真心去洗，洗碗也是功德。我们要转境界啊，不能被境界转了，不能被境界生烦恼。听师傅讲这些啊，就想象那种自在啊。你看有客人来访啊，马上那些座位就变现出来了，客人走了都没有了，空空的不用收拾，随心所欲啊。都是变化所作，这个都是靠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那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38愿，应念受供愿。这个供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日常生活当中重要的一桩事情。那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要工作，工作好辛苦啊，赚钱不容易。而且呢，生活非常自在，金银财宝要多少就有多少。变现出来，没有止境。这个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能够随念变化，不需要的时候没有，需要的时候要多少来多少，而这一些珍宝去供佛。心里想供哪一尊佛马上感应道交，这诸佛就接受供养。那供佛是修大福报。那供了佛佛一定给我们讲法，闻法成就智慧，所以福慧双修，而且提升的非常的快。我们看到这些愿文呢，了解西方世界人生活状况，非常自在，每天供佛闻法，而且去度化有缘的众生，活动的范围尽虚空遍法界，想到哪个世界，意念就到了。你看我们现在想到哪？还得坐飞机，现在飞机票也不便宜，读到这一些心向往之，而且呢，神通自在，像佛一样千百亿化身，随众生心应所资量，应以什么身得度啊？我们可以现什么身呢？而为说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帮助别人呢，体会到难度很高能力不足不止不弃呢，更坚定了，赶快往生。阿弥陀佛，给我一加持，我的能力就是跟他老人家差不了太多少了。而且一往生呢。是 teamwork 找了这个清净海会众菩萨一起来配合，当然现在假如愿力也很强，我看极乐世界的菩萨也会来帮忙这是感应感召。我们看下一愿，我做佛时
国中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这是第39院，庄严无尽院。啊，这个以下的经文呢，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环境的状况。当然呢，也不能细讲啊，略略介绍啊一两桩，啊，我们就可以啊以此类推啊，那边环境之美。啊，我们有听过啊，都是真实的案例啊。啊，真心切愿念佛啊，临终的时候啊，看到极乐世界了。啊，我们认识一位同修往生极乐世界，他先看到极乐世界，哎，然后佛啊，西方三圣来接。当他说他看到极乐世界了，旁边的亲人问了：“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子啊？”他说：“我没办法形容。”哦，所以穷微极妙啊，那微妙到了极处了，很难用言语形容了。哦，连阿弥陀佛。啊，这介绍啊，也只能略举，哦，不然你讲不完了。哦，所以国中万物，这个是总说啊，庄严清净，万物就包含一切了。啊，它一切万物啊，都是珍宝所成，啊，体都是珍宝。啊，比方说他们的地都是琉璃，啊，我们的地呀，是泥沙、石头，他们那里是法性土，自性变现，我们这里是法相土我们这是有业力呀，影响的，那边是一真法界了。这个琉璃啊，师长有说的就是翡翠呀。哦，你看，哎，去买那个翡翠的项链呢，挂在胸前，哇，看起来好像很富贵那到极乐世界呢，是把泥土挂在脖子上然后这个看起来就很怪了这样就很俗了这个黄金。是铺马路的哎，我们也把它挂在胸前，把柏油挂在胸前，好，这个光丽呢光明啊，华丽美丽形色殊特就是非常这个形象都是非常。殊胜奇特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看不到的东西，那个地方都有微妙到了极处了，因为都是真如本性里头变现出来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10万亿尘，去此不远了。心作心事无能称量，这个量是什么呢？是它的品种、数量没有办法说，算得出来，说得出来，数量太多了。好，我们看接下来经文啊，其诸众生
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啊，得阿弥陀佛加持啊，他也没有办法算出来啊，因为那个境界唯佛与佛啊，方能究竟啊。好，所以这一卷经文是总说极乐世界一切万物都是啊。严净光丽啊，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乘量。下面经文，在一切物相当中啊，举一个例子。经文说到了，我作佛时，佛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许。举数啊！我看你们有没有遇过啊？哪一个人说“我好讨厌数啊”？我好像还没遇过。哦，一个人到了深山里，看了整片葱郁的树林啊，用现在的话叫很治愈啊。一看心情就舒畅了。那个郁闷好像就抒发出来，所以可能，十方国度啊，都很喜欢舒服啊，当然师父在这里也说了，新加坡树很多啊，因为在新加坡讲的嘛，就一有机会赞叹这个国度让人家欢喜当然这个绿化确实做得很好。哦，包含解决人民的问题。哦，好像差不多60%还是更多啊。老百姓住的都是政府盖的祖屋啊，很便宜的。事在人为啊，真正为此百姓所想的都有方法的。不然你看现在很多国度的年轻人。望向未来，好几座大山压下来首先房贷啊，房屋啊，车子啊，包含医疗啊，包含教育费用政府真正替人民想。一定有办法。好，那这个数啊，高过百千有许呢。那师父这里说了，这棵树可能呢，种在我们地球上呢，这个树顶啊，就达到月球了。哦，这个为什么这么高的树呢？哦，那这里让我们体会体会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高大，哎，我们这个身体啊，到了极乐世界去呢，啊，人家看起来像蚂蚁一样的，很小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身相啊是业报身呐，没有福报啊。哦，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身相都一样啊，它是平等的世界哦，那我们念赞佛偈啊，白毫宛转五须弥啊，这个白毫就5个须弥山大，干木成鲸四大海，我那眼睛有多大？哦，所以身相那么大，当然树也很大。道场树高
400万里，啊，道场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啊，啊，这个树也是很高啊，很庄严，啊，诸菩萨中啊，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啊，欲见诸佛净果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接下来这个是啊，这一愿是速现佛刹愿，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想见他方世界呀，啊，就像我们去了极乐世界，可能也会想着，哎，现在娑婆界啊，地球的情况怎么样啊？啊，那极乐世界的树啊，啊，在数里行间呢，就会现这个世界的状况，啊，而且是立体的，啊，不用天眼呢，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想看什么地方，啊，这个像啊，都能在那个地方显现。所以树的功德啊，不可思议。哦，那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啊，而且又有宿命通了，他心通了，那过去生亲戚朋友啊，什么情况都清楚一掌握时机啊，就可以去帮助他了，啊，就可以千百亿化身呢，去帮助了。好，我们看下面经文：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广呢是广博大。而且又庄严清净，哦，那光明如镜，啊，这个世界是无量宝所成就，啊，这个宝呢，啊，啊，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说的晶莹琉璃，啊，赤珠玛瑙，啊，这些都是宝。啊，它不染灰尘，啊，而且宝啊都放光，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啊，光莹如镜啊，而且啊，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啊，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那这一段经文呢，是第42愿，彻照十方愿。所以极乐世界哦，不只是佛光普照一切刹土，啊，这个世界也放光，啊，而且呢，这个世界放的光明呢，遍照一切诸佛刹土。哎，众生如果见到了，啊，我师长有提到前面所说啊，哎，用天眼见到了，或者在定中见到了，啊，或者有特殊因缘感应见到了，啊，见到佛光。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刹的光明，那一定会升起呀、啊，稀有羡慕之心。见到了这个信心呢、啊，一定会增长。当然这个不能刻意去求啊，刻意求啊，你一着急了，到时候去
感得魔来扰乱，哎，诚心好好修行，哎，因缘到了，哎，就能，看到，我们看呢，下一个经文，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次虚空。宫殿楼观，地际是地面啊，一直到虚空啊，所以这个经文呢，讲的是空中跟地面呢的种种庄严。这个宫殿呢，师长在这里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一看到宫殿呢，可能就想着这古建筑的威严了。宫呢是私人的住宅，殿呢是办事的场所，或者讲经说法的地方，这个叫殿。大众聚会的场所，这个都是算殿。哦，所以这个宫殿呢，他自己住的地方，这宫的话呢，他喜欢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所以并不是完全相同。这个楼观2层楼以上啊叫楼，再来池流。讲七宝池的花树，这宝树国中所有一切万物啊，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那这一段就是。第43愿，宝香普熏愿呢？那师长说了，实实在在说啊，这是信德本具的宝香，真如本性里啊，本具的宝香，这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一切万物啊，没有一样不放香。师长有提到啊，虚云老法师一年洗一次澡。哇，我们看过那个照片那头发好长啊，衣服呢，油垢啊，都一层了。可是呢，是香的，所以这个修行修到很高的境界，他这个性德往外透了，你看没洗澡都是香的当然，自己现在，哎呀，一天换好几件衣服，都是臭酸味啊，这个一想，哇，差距太大。当然生惭愧心啊，惭愧奋发，好好努力，好好改过，当然也要观身不净，这个业报生的不清净了，九孔常出不洁之物，这么一关照了，不留恋这个臭皮囊，常常提醒自己啊。要取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要去换一个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身相，而且这个香呢，普熏十方世界，众生有缘闻到了，哇，都增长他的信心了。
修行就更精进了。啊，师长有提了，这个香普熏十方世界得定的人，得通神通的人有闻道。啊，没有定、没有通的人呢，如果有特别因缘感应啊，也能够闻得到。啊，这个都不能刻意去求啊。哎，你有贪求了，磨得其变啊，这个都要水到渠成。啊，老和尚就举了真实的例子啊，这个达拉斯佛教会。啊，他们几个同修在院子里乘凉啊，在讨论佛法，啊，一阵香气啊，很浓郁，时间大概3、4分钟，啊，不算短了啊，这个异香啊，这辈子从来没有闻过的，这些人都跑去问老和尚啊。哦，所以可见得啊，不是假的。哦，特殊因缘有佛力加持，闻到了，增长信心呢，然后愿力啊，愿心呢，也会加强。当然，我们真的有这个经验了，不要到处炫耀啊，这个就偏掉了啊，要护好自己的心啊，增长信心啊，不能增长傲慢心了。哦，那这个感应啊，确实是不思议啊，而且是很迅速的啊，像《太上感应篇》。当中啊，有提到一个故事，是广州光孝寺有一位安禅师，他刚好入定了，外面呢两个出家人在交谈，他入定了，他看得很清楚一谈话呢。开始的时候啊，很多天神都围过来了。哇，我一想天神围过来了，我们当地的祈祷声就到了。哎，这伊斯兰教1天5次哎，老和尚你看随时都善财童子，哎，跟人家学习。老和尚的十念法1天9次。就是从伊斯兰教那里得到启示的，哎，然后他都表演给我们看了，哎，跟不同宗教都是学习的态度，那看到天神过来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哇，天神走了。很多恶鬼过来咒骂他。这两个出家人走过留下的足迹呀，这些恶鬼呢，都把他扫掉了，很瞧不起他。哎，这个安禅师出定了，就问这两个僧人：“你们刚刚在说什么？”那两个僧人说：“我们刚刚一开始谈论佛法，哇，你看天神过来所以这个谈论佛法，这个感召也是不可思议我自己呀，没学佛的时候有一天刚好要回去。”大学去觉得在车上没事做。从小到大呢，有不少人呢送我
跟佛教有关的东西啊。我记得有一次，人家送我一本《五门品》啊，那是折叠式的啊。我觉得没事干了，我就拿了一本啊，在游览车上读，都不懂，那时候也没听，就是不懂啊。读啊读啊，我说哇，怎么这么香啊？啊，我心里马上现的就是啊，一定有人把这个神像啊，有时候人家刚好神像搬家了啊，然后点着那个香嘛，哎，可能是人家搬神像上来了，我就整台游览车看了一遍，哎，没有啊，哎，又回来继续读。读读又闻到了，我又看了一遍，还是没有。后来啊，算了，不想了。后来好多年以后啊，听老和尚讲经啊，我说哦，哇，你看这个念大乘经典啊，哦，可能这个佛菩萨护法神说，哎呀，这一个愚痴的人啊，好不容易拿起大乘经了。哦，赶快给我们暗示一下哦，这是要赶快看的。哦，这佛菩萨生生世世啊，随足于我啊，我善根太不够了，哎，突然拿出一本大乘经了，赶快加持加持，哦，让我闻到异香。嗯，所以这个真的是感应哦。哦，所以这个，在谈论佛法，哇，天神都围过来了。哦，后来呢，闲话家常啊，天神就走了。啊，紧接着谈什么呢？哎，哪一个居士捐的钱比较多了？啊，谈谈世间这些事情啊，这恶鬼都来了。都还没谈到这些恶念呢、恶行呢，就已经这个鬼神已经很瞧不起了。哦，所以这个善念呢，感召善的，恶念会感召不好。所以念头的力量很大啊，我们要慎重自己的起心动念。啊，就像于静义工，在修行用功道，啊，是我们的目标啊。静则一念不生，啊，没有事的时候啊，一个妄念不要让它起，啊，我们要不妄念起来啊，我自己感觉啊，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佛号不要断，不然。我的妄念一定起来好，那动则万善相随，哎，有因缘可以帮助人呢，哎，啊，一动都是利益众生，好，哦，那以上这两愿呢？香光庄严啊！佛以香光啊，普摄十法界的众生所以我们呢啊，每天把《无量寿经》念一遍呢，哇，那一正庄严对我们的这个香跟光的普摄啊，那个力量就很大了。时间不够啊，最好也要把静修捷要念一遍啊。哦，虽然只有32段经文呢，但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都含摄在里面了。包含禅宗、密宗，这些殊胜都在里面了。
好，所以将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生活环境啊，为我们介绍到此地。啊，后面两段呢，阿弥陀佛非常慈悲，特别为他方菩萨而发的。他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非常尊敬，非常欢喜，恭敬赞叹。虽然他没有发心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加持他。啊，为什么？因为他宣扬净土，劝大家往生，佛对他们也加持。哦，所以我们受持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清净平等觉啊，也是阿弥陀佛的德号了。你看，我们在经文当中，四十八愿里面看到，有没有看到平等啊？阿弥陀佛，没有偏心啊，来了我才照顾，不来了拉倒。哦，你看平等哦，包含我们前面我们有提到了第24品。三辈往生啊！你不是念阿弥陀佛，可是你是修大乘啊！你以修大乘的功德啊，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啊！经文提的，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也能够往生呢。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心量很广大，啊，很平等，因为啊，这些菩萨他利众的心比较切呀，佛也支持他，也加持他。我们进入这个12集啊。好，我们看经文啊，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代得清净解脱，吾等三昧。这是第44愿，吾等三昧愿。老和尚讲到了，虽然自己也没有发心往生，菩萨他还是要在一切世界里面呢，普度众生。用什么方法度？劝大家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经文讲的十方佛刹，诸菩萨众。这就是指西方之外的这些菩萨众，能闻我名已。这些菩萨闻阿弥陀佛名啊，也得利益啊。所以这个闻名的利益太大了。而且呢，皆悉代得清净。那就是啊。他在任何的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能够保持身心的清净，得清净的三昧、解脱的三昧，普等的三昧，不会被外境啊所染，浊了。我们前面学习到了，不复跟三恶道。往生了，不会再堕恶道了。
哦，哎，他对十方的菩萨啊，闻名了，佛力一加持啊，哎，都不会被染污了。啊，是阿弥陀佛保佑加持他。啊，因为菩萨还是有缘众生啊，就像《金刚经》里面提到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持诸菩萨，啊，包含大菩萨也护念小菩萨，啊，解脱，啊，解脱是自在，啊，决定不会起妄想执着，不会生贪嗔痴慢。这个是解脱啊，普等、普遍、平等，他的心呢、跟佛心一样平等心啊是佛法界啊，这个三昧呢，当然是指念佛三昧。啊，因为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其他的菩萨不知道，但是这些菩萨知道。那这一个法门是一切诸佛普遍在弘扬啊，那怎么还有菩萨不知道呢？哦，那老和尚这里也进一步说了，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净宗，在世间普遍弘扬啊，哪一个人不知道阿弥陀佛？啊，不念佛的人也知道阿弥陀佛，啊，基督教、天主教也知道阿弥陀佛，啊，像承德在台湾成长啊，没有人不知道阿弥陀佛，为什么？你走在路上啊，那个电线杆上面都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开着车，很多人后面就贴着南无阿弥陀佛，都知道。虽然知道啊，他不相信，他不理解，他也没有愿心啊，这样知道等于不知道。这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啊，他没有信愿嘛，他也不理解。所以这些菩萨是真正明了性愿啊。说实实在在话，他自己修念佛三昧啊，也必定劝一切众生同修念佛三昧，诸生总持。这个总持啊，是陀罗尼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现代人所说的叫总纲领啊，把佛法整个纲领啊掌握住了。那行门里面呢？我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善决定不会失去，知道修善。啊，修善呢，要有善行，要有善愿，还得要有机会呀，给你修。你没机会，虽然想修善，这善还是修不成。啊，每个机会他都能抓住，都不会失去。这个是善，绝对不会失去啊。恶不生啊，不但恶的事、恶的言没有啊，恶的念头也不生。啊，这个在诸生总持的行本里面，可以说非常重要的纲领。哎，这个也是啊，事正前的指导。
未生善要生呢、啊，已生善要令增长，未生恶不能生，已生恶、啊、要把它调啊改过来。那这个总词啊，也让我们想到啊，六字统摄万法，一门即是普门。哇，你看这个第11拜禅净不二，第12拜密净不二。哦，所以这个六字真的统摄万法。啊，我们看《金刚经》啊，佛指导，哎、啊，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你看，假如念佛法门呢，云何应住啊？啊，住在南无阿弥陀佛啊，怎么降伏妄心呢？南无阿弥陀佛，哇，你看这个《金刚经》怎么做啊？嘿。六字就能达到那个境界了啊！我们念13亿道经，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见杂。哎，做到了，是即能令诸恶永断，善法圆满。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善不失去呀、啊。恶不生呢、啊，常得清净诸佛菩萨，集于圣众。哎，不是往生以后才常得清净哦。你真的现在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都不间断了，就会感应佛菩萨来哦，来加持哦，来护佑哦。好，13亿道经念完了。容不容易昼夜常念思维观察都没有间断了？哎，可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哦，能让诸恶永断，善法圆满，哎，万德洪名能灭众罪，啊、哦，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不但道心纯熟，还可福慧增长，善根都会不断增长。所以这个是极方便啊的法门啊，也是总持的法门啊。住三摩地，三摩地就是禅定啊，就安住在定中至于成佛啊，那这个是弥陀威神加持啊，弥陀护佑他。啊，这个菩萨道啊，不退，一定能成佛啊！定中啊，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失定意，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这一愿是第45愿的定中供佛愿。啊，定中可以供佛啊，啊，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有，个个都具足，但是闻名而没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能不能得到这个利益，也可以，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两样，啊，可见得啊，弥陀的心啊是平等。啊，并不是说你生到我这个世界，我加持你，你不来呀、啊，我不管你，不是这样的。啊，弥陀的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哎，这个心呢、啊，真的是清净心、平等心，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学48愿最重要的，首先是
学到阿弥陀佛的存心呢？当然也知道往生的利益了，但是决定不能没有学到阿弥陀佛的存心了。目前当务其心，而且学阿弥陀佛的心，这叫感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印光祖师有一段法语啊，我看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哈。印祖说：“念佛之人，必须啊，祖师遣词用句没有含糊的啊，必须世世长存中述。”我们今天一开始有跟大家探讨啊，我们要用真心啊，还要有中述啊。心心提防过谦，不能造恶了，不能犯错了。你看刚刚的诸生种子啊，就是恶不生了，善都掌握住，行善呢，不能迟疑，不能退缩，当仁不让于斯啊，亦所当为啊。尽力去做，当然了，不是很激动啊，也是很理智啊，考虑周到去做。激动有时候成不了事心心提防过谦，知过必改，所以念佛人不能不改过啊，不改过会继续造恶的。见善必为，接着，印祖说了：“方与佛同，什么跟佛同啊？心跟佛相应了。你说念佛的人很苛刻，不忠恕。”也没有克自己的妄念邪念，过也不改，不讲情义，不讲道义，那怎么往生呢？那念这一句佛的心都不相应了，方与佛同啊，如是之人必定往生，都是斩钉截铁，必定往生。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绝难感通，跟佛感通不了了。所以这个四十八愿，效法佛的心呐、清净平等觉啊。所以老和尚从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弥陀的心啊，没有分别，要平等，拉到我们身上。现在这个社会啊，光我们佛教宗派就很多了，禅宗、密宗、天台、法相唯识，我们见到修学的人呢，见到这些同修。我们要用什么态度啊？要学阿弥陀佛啊，平等恭敬啊！不能说我修净土啊，净土第一啊，你们都不如我啊。那有了分别，有了执着了，起了共高我慢。哎，我们遇到净土是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哎，可是我们用错了心呢，这个特奖不止得不了利益了。还剩了共高我慢了，那这个太冤枉了。
用对心哦，那这样就跟阿弥陀佛不相应所以弥陀对人是平等的，别人对我们不平等没有关系，那是他的事，不跟他计较，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我们自己要先做对啊，要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他不对了，拉倒。这个就不是学圣教了啊，那个叫利害交换啊，不是义，不是道义了。义是什么？宜也，适宜的，应该的，做人应该如此。那他不平等是他的事，我们要求自己对于别人要平等。无论他修哪个法门，我们都欢喜赞叹。绝对不可以啊，自赞毁他，这要不得。因为菩萨戒里面的自赞毁他呢，是重罪。于且。菩萨戒本的，把自赞毁他列为第一条重戒，我们不能犯这么重的罪啊，所以一定要生平等心，因为所有的佛法都是佛说的，我们自己赞叹自己的法门，毁谤别人的法门呢？那就是谤佛、谤法、谤僧了，那就错了。所以应当像佛一样平等的看待。所以我们感受感受啊，我们看到其他爱修禅宗。修天台，这些不同宗派，修密宗，他们很如法，很用功，突然需要帮助，我们尽力去帮助，若要佛法僧呢，佛法兴呢，唯有身战身呢，互相赞叹，互相帮忙。那这是释迦牟尼佛最欢喜的事情我们要带头来做不能分彼此老和尚为什么能把宗教团结起来？平等恭敬啊，甚至做到什么？先人后己其他宗教的利益。排在前面，自己排后面，就感动了。我们看下面经文啊，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陀罗尼。这个闻我名号呢？这个闻里面包括信解包括喜乐欢喜爱好这对于阿弥陀佛啊，能生恭敬尊重心虽然没有求往生呢，可以以这个法门呢，自己修学。以这个法门教化众生，来得弥陀加持。这一愿呢是第46愿，或陀罗尼愿。正离身法，这个身是指生死。生死有两种，一种叫分段生死，一种叫变异生死。凡夫这两种都具备，
分段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个比较粗。啊，像我们在人世间，生到死是一个阶段，死了之后又投胎又生了，啊，这一段一段的，啊，所以佛教生死疲劳啊，死了又去投胎了，没有休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啊，六道凡夫就干这个事了。啊，所以佛看到我们呢，这些众生成了可怜悯者啊，停不下来啊，没有办法出轮回，这是分段生死。啊，变异呢是变化，啊，这个是比较微细的了。其实敏锐的话呢，也能够察觉得出来。啊，这老和尚也在引导我们，修行人警觉性要高啊！啊，你看我们每天晚上念普贤菩萨警重记啊，是日已过，命亦水减，如少水鱼啊，斯有何乐所以老和尚说了。一年比一年老，这是变异了。其实啊，一个月比一个月老啊，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老啊，啊，一天比一天老啊。我想这个大家会同意呀。再说的。更维系一点，一秒钟比一秒钟老，啊，这叫变异生死啊，我最近自己照镜子啊，我能感觉到一天比一天老，哎，哦，所以这个。世间无常啊，哦，国土为脆呀，我们当然这个身体啊，还是要照顾好啊，借假修真你看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会反射在手掌、脚底呀、还有呢，耳朵也有啊，哇，你看。这个身体是小宇宙啊，一级一切呀、啊。你看一个耳朵，整个身体的状况都在里面了。啊，我就观察，哎呦，我耳朵怎么出现横条了？哇，你看，真的都在变化了。哎，上个月还没有这一条，怎么这个月出来哎，都在提醒自己啊。啊，礼敬诸佛啊，啊，不能贪爱这个身体，但你不能糟蹋它啊。哦，这个借假修真呢，啊，身体照顾好，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哦，那这个两种生死完全没有了。这个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哦，所以阿弥陀佛啊，帮助这些菩萨正离身法，啊，其实就是佛力加持他们呢，永离这两种生死啊，然后获陀罗尼，陀罗尼是总持啊，老和尚说。这个陀罗尼啊，就是六字洪名了。因为啊，他方世界菩萨听到佛的名字，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心就安在
六字红名当中。六字红名毕竟该啊，这成佛最快的方法啊！无量光寿是我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托彼依正显我自性，十本不离直趋觉路，最快成佛的方法所以。念佛法门呢，叫静中静又静，最快的。第一个静呢，这大乘佛法是佛法里面这个捷径啊。大乘里面呢，禅宗又是最快的，静中静。啊，《大集经》说，若人但念阿弥陀啊。是名无上生妙禅，禅已经是静中静了。这一句佛号叫无上生妙禅，所以叫静中静又静。哦，所以这些菩萨知道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他心安在六字洪名了，啊，或陀罗尼了。哎，我们自己讲学的人呢？也可以感受感受啊，比方说你讲课前呢，先念半个小时佛，念一个小时佛，哦，你再去讲课啊，都感觉人不一样啊，真的是六字统摄万法啊，你讲起课来觉得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呢。这讲课也不能不念佛啊！哎，黄念老说要把念佛摆第一啊，非常有道理啊。好，哦，那这里老和尚说，同修问呢，啊，菩萨念佛为什么不求生净土啊？啊，前面说过了，每个菩萨。啊，他的愿力啊不一样。啊，有些菩萨听到了，赶紧求往生。为什么？他要快快成佛，成了佛以后啊，才普度众生。啊，有的菩萨呢，他的愿望只要得佛力加持啊，要多度众生。众生成佛啊，他再成佛。啊、哦，这个地藏菩萨就给我们表这个法了，啊、哦，但是啊，老和尚这里提醒啊，啊、哦，我们不是受了菩萨戒，我们就能学地藏菩萨因为我们烦恼还没断呢、就好像我们还不会游泳，就要跳到深似海救人了。所以这些菩萨他是有功夫的啊，他三界六道啊已经困不住他了，要有这个本事才行啊，哦，不然呢，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度众生不能是激动啊，意气用事的不行哦，要冷静哦，要稳妥。啊，清净欢喜呀、啊，得平等数啊，文明信解了啊，愿心欢喜，安住在平等的功德之中。哦，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平等心是真心啊。不能离了平等心，啊，有了分别心啊，有了妄想心呢，心就不平等了，啊，于是看外面的境界也不平等好，
啊，这个佛号啊，就是一切法。啊，一切法呢，都归到佛号。到这个地方啊，真正平等。所有一切法门呢，到最后都归到这一句名号了。哇，那这个就是无比的殊胜了。啊，用功要紧的是净念相继，到功夫成就的时候啊，所谓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了，这个就是平等住了。啊，这样的心，这样的行持啊，是真实的菩萨行。啊，你遇到一切境界呀，都归到这一句佛号来，平等的。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平等的。啊，哎，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哎，无嗔恚容不容易啊？哎，顺境逆境，心快要起来了，阿弥陀佛，平了。哎，善缘恶缘，心也要起作用了，要贪爱了，阿弥陀佛啊，把一切境界啊平了。哎，善人阿弥陀佛，恶人也是阿弥陀佛啊，这样才能平啊。哎。好，修菩萨恨啊，具足德本啊，这个地方啊，具足德本呢、啊，特别着重在利益众生啊，你看执重德本。啊，那为什么特别着重在利益众生呢？啊，而且还是会以众生真实之利。啊，其实我们随着深入佛法，我们能体会到啊，不出轮回啊，事情没有解决。那没有解决就不是真实的利益了。哦，所以以这个法门呢，全心全意去推广，因为我们现在明白，现在了解了，只有这个法门呢，可以令一切众生呢，在一生当中真正的得度了。其他法门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修学的。啊，以禅宗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啊，他度的对象是上上根人啊，所以连上中以下的都没有份呢。他说的有道理呀，为什么？禅，我们不要说太高了，我们说最起码最低的，还没有出三界，色界天的初禅。这个在禅里头啊，低到不能再低了，最起码的。可是初禅是什么境界呀、啊？初禅已经离开欲了，不是欲界天了，是色界天初禅欲啊，摆脱掉了，什么欲？财色名食睡，这五样东西没有了。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头啊，才到初禅。哦，你看老和尚也是引导我们了啊，我们现在选法门呢，啊，要会择法，适合自己的根性啊，这个要真实面对自己的状况啊，啊，修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了。哎，我们自己想一想啊，这五样东西。还动不动心？如果还会动心啊，
还在欲界出产煤粪，这才知道啊，真难啊！啊，老和尚自己说到了，口头禅呢，我也会讲啊，我讲过《金刚经》，讲过《六祖坛经》，还讲过《永嘉禅宗集》《正道歌》，讲过不少禅宗的口头禅。人家问我，你会讲，为什么不去修呢？我就讲老实话，财色名食睡呀。我哪个念头啊都不行啊，斩不掉啊！啊，这是讲真的啊，这断不掉啊。才晓得有多难啊！啊，才回过头来啊，听说不要断也能往生呢，这靠阿弥陀佛愿力了。我们想想啊，老和尚，我们远远不如啊！啊，而且我们是成年才学呀、啊，这个业力甚大啊，能敌须弥，能伸巨海，能障甚道啊！哦、啊，所以阿弥陀佛开了这个特别法门，待业往生啊！啊，业再重不怕。重要的是上阿弥陀佛的法船呢、啊，这个石头再重呢，他老人家的大愿船，啪就把我们托起来。哎，啊、哦，黄念祖老居士也说了，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呢，现在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要脱离轮回，不大可能的。其实呢，老和尚。功夫很好啊，他都是为我们，在护佑我们这一生了脱生死啊！啊，哦，所以这个法门呢，有救了，有份了，这不要断，待业往生，只要扶助就行了。啊，哦，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认识到念佛法门，笑了好几天啊！啊，你们笑了没有？啊，终于可以出去了啊！终于可以出轮回了。哦，可见得啊，这个禅呢，真正不容易啊！啊，过去虚云老法师，天台宗的大德，也是念佛往生。啊，他一生看修禅的，听见修禅的，啊，在禅里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一个也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了。啊，修禅得禅定的人，有见过，有听过。啊，但是呢。哎，禅定得了四禅定，得四空定了，还是出不了三界，福报尽了还要堕落，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了。啊，所以啊，要想从禅里面呢超越三界呢，不是简单的事了，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哦，你看，连六祖大师亲自来教啊，哎，只有43个人成就了。啊，后面的大德啊，教出来的可能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最多了。哦，所以禅宗啊，其他的法门不是那么容易了。可是我们看念佛往生的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说的打听到的，哦，
还有很多往生呢，又没有通知，又没有在外面登广告啊，所以真正往生的不晓得有多少啊。你看禅宗度的众生，算得出来，你看净土宗了，啊，所以古大德说万修万人聚啊。啊，我们就听过很多啊，就得了癌症的，病得很重啊，只要他一下决心，7天之内啊，阿弥陀佛就来接了。好，啊，因时不惑一二三忍，啊，于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这两句呀、啊，就是第47愿、第48愿啊。47呢，闻名得忍；48，现正不退。哦，那这也是展现了弥陀加持特别的明显。啊，这个一二三忍呢，就是本经后面讲的因祥忍。柔顺忍，无生法忍。但是这三种啊，没有说明是哪一个地位的菩萨。那佛在《人王般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人王经》呢，把50位菩萨用无忍来表达。在无生法忍里啊，《人王经》里面是7地、8地、9地，哇，这个好高了啊！10地以上啊，叫极灭忍啊。此地呢，有无生法忍啊，那我们就能够肯定啊，这个因祥忍啊，是初地菩萨。啊，初地、二地、三地，啊，柔顺人呢，4、5、6地，啊，无生法忍，7、8、9地，啊，这就说明啊，没有登地的菩萨，三贤位的菩萨，啊，得阿弥陀佛一加持了，就把他的地位拉到地上菩萨了。哦，所以这个佛的加持力啊，不可思议。哦，而且啊，最后一愿，现正不退了。啊，这些菩萨现前呢、啊，就跟极乐世界的菩萨一样，圆正三不退。所以从这一句啊，肯定前面一二三忍菩萨的的确确、啊。是指地上菩萨的果位啊，这是弥陀啊对十方菩萨闻名啊，闻了阿弥陀佛名啊，相信欢喜然后啊肯念佛啊，这个加持的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好啊，这个是啊。老和尚48愿的讲解，到这里啊，告一段落。那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不好意思啊，本来想说还留一些时间，大家讨论一下学48愿的心得啊。我们下一节课来讨论啊。哎，好。好，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